黄奇华，不过你们主编吼，咱即摆请这个中港词汇堂的这个总干事吼，蔡振宇蔡大哥来咱现场，嘿，讲足侪代志，问你也较清楚啦吼。我拄好印象安尼。印象吼，我特别讲啥，恁这词汇堂迄个神像拢是母娘杠杆胡乱指定的哦。要啥物人刻，要去对刻，拢指定。阮迄阵刻就是讲有嘉义、有彰化、有鹿港，吼啊。但是即摆就是讲，咱这个神尊啊，是有功德才有未来。不是讲像咱一般的庙啊，咱要采什么神明、什么神明安尼，都有有功啊，有功才有未来。像咱的。咱的包公对无吼，阮会调包富千岁，伊就是阮去即间即卖丁字路即间中港主义堂啊吼，啊伊算干工，伊有证就是咱来讲干工的，啊所以干工有功尔，所以爱受万年流烟安尼，啊即块地吼，当初要买足辛苦的。你的代志我等下好好先请教你，所以你拄仔讲的讲上面有功，啊上是无牛的，先甲恁降级讲说，啊，什么人当级别的？降级。所以每一个神像拢是神尊，拢是无人指定的对。对，因为迄阵足侪足，我所有的印象就是讲，阮爸阿公的印象就是讲，迄阵足侪神明拢要未来，但是无一定。哦，足侪神明拢要。因为要比较大庙嘛，对不？啊，这是母娘降这尊神未来，造雕的。嘿嘿，所以阮内底神明拢历史的啦。有历史，啊，指有讲的指定开当来点。第二讲要去对刻，连这都拢有指定哦。这刻这吼无指定啦，只是讲阮迄阵来雕刻的，阮迄阵老前辈吼，伊就是嘉义、鹿港、彰化咧走安尼，因去选，因迄阵足辛苦的，就遐看茶，遐看茶安尼。哦，这是正办的是安尼。